姐，精进的菩萨咯。我现在承担的就是协力的窗口，协力的是这堂口嘛，哈，把人家组员都扣在一起，把我们的爱心凝聚在一起，打个叫发抖来执行这个任务。像那个助念告别式啊，突然来的任务，然后我就会一一再打电话给我们每一位组员，人工，你们要不要把握姻缘呐？就是说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哈，请大家要把握姻缘，就赶快过去来完成这个任务。环保之间师姐，技术来师姐，就是卖不掉花，花也是干活，可以帮带。每一个人都是那类老师，好，那不好的就是戒师嘛，那个得爱。起一个戒心了，然后好的话，我们就要见贤思齐，要学他嘛。啊，见改来时尊，那我就会用上人的话哈，用慈悲心啦，用同理心啦，正跟他站在同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，那我当下我心中就会自然迎刃而解。跟师兄就现在已经是全职的志工，在这个慈济的大家庭里面，就是大家一起来学习，学习自己能做上人贴心的弟子哈，然后化验哈，就是说做上人的手跟脚哈，在这个社区道场上哈，在菩萨大招生，因为每一念心都是一颗种子哈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接引这些菩萨。